我只是肠胃炎，这乔伊是真可怜，每天除了上学还要提前来给你送饭。我不要，看看你吃什么了，把自己吃成这样。喂，木木，快来吃点，我吃不下了。不吃？为什么呀？这乔伊毫无鱼都爱死这个了。 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了，你不知道，现在追女孩最流行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带她去大排档吃小龙虾。将来我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也一定这样。那我也不吃。眼大肚子小，吃不下了。 进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都看到了，新的面孔，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王雨然，王雨然同学，大家热烈欢迎。别起哄，你暂时先坐到最后一排。
王雨然长得太漂亮了，都可以去演电影了哈。是啊，高三的吉草放话说一个星期内要把他追到手，说王雨然是他女神。长得像王力宏那个，就他不是有女朋友了吗？要真能一个星期追到手，算什么女神啊？哼，乔伊，你有没有闻到酸味？老陈醋。大师，你的座位快变成观光景点了，艳福不浅啊！也不知道又要写多少诗集呢。此言差矣，如此相远益亲，亭亭净植，正所谓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虽然整齐。俗，俗不可耐。这大师的境界更不一样。赵观潮，见鬼了！俗。敲门，敲门，你不会？你最近是不是欺负郝武一了？哪有啊？那你干嘛躲他？我什么时候躲他了？别跟我装蒜，今天就在我们班门口。妹妹，以你的智商就别自作聪明了。我哪是在躲他，我是在躲咱们班大师啊。那小子啊，天天缠着我教他写情书，你说那我能教吗？教会徒弟不饿死师傅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师真的是，我今天还说他艳福不浅，他还不承认。哎，你们班是新转来一个女生是吗？嗯。是全校传的那样漂亮吗？反正挺像原来咱们对门那个小姐姐，就是后来嫁去香港的那个。那可是我童年女神啊！不许移情别恋。哎，我就随口问问。不过浩武一最近很奇怪，他怎么了？只要我一跟他提到你，他就冷笑。冷笑？嗯，就是这样。赵观潮，哼。嗯。书呢？没注意。什么书？化学书啊。这么自觉，看到哪一章？哎，好了，我刚在我五哥屋跟他聊天呢。你吃了吗？吃了医院的饭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难以形容。今天作业做完了吗？写完了，不过打算再背一个单元的单词。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背。嗯。那出来一下吧。你怎么不在医院待着呀？啊，我散步，正好散到这儿来了。同学录取完了吗？没有。你
准备写长篇小说呀？我写好了给你。你什么时候考雅思？周六。那，你考完了什么时候走？下个月。对了，周杰伦最近拍新电影了吗？没有吧？你喜欢周杰伦啦？不过有部电影我还挺想看的。好啊。周日见。钟明慧是谁啊？坐你前面那个。那个女生，刘桂玲是谁？大师，经常念情诗的那个。哎，乔伊，你周日有空吗？陪我出去一趟呗。我周日要去一趟市图书馆查点资料。市图书馆拆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忘了，我约他暑期去的书店。哦，去哪家书店啊？看来大家最近都挺忙的。那个，我今天晚上也有事儿，就不回来吃饭了啊。今晚又加班啊？长孙啊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打听我任务上的事儿，这都是机密。还有你们两个啊，如果以后听到什么，都要装作不知道。江苏路一带发生了电缆失窃案件。造成大面积的断电，直接经济损失20000余元。我们所里为此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，随着深入调查，结果发现真是天网恢恢，初二怎么都走了？啊，我也走。听说那个女孩子是高一三班新转过来的，好像挺出名的，感觉也不怎么样，就是挺装的，就是。都是你的，随便挑。随便挑。不满意啊？放学跟哥走，带你去逛商场。喜欢什么随便拿。是开煤矿的，一个星期给他零花钱要1000呢。哇，难怪他这么拽。我以为他什么来头呢，不就是煤老板的女儿吗？
他初中名声可不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有同学说他专门拉人墙角，还特别喜欢抢别人男朋友。不会吧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最讨厌这样的，一群八婆。郝武英，你说谁呢？谁八婆就说谁了。你下课，大家记得把球放回筐里。王雨然同学说，今天所有的球都他来收。你们别太过分啊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多管闲事儿啊！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？王然，我帮你。不需要。乔勇，我们走。五一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OK。哟，什么风把观潮大爷刮来了？我是来赎罪的。我听有人放话说，这世上没有他追不到的女孩。我错了，我实在是没脸来见你。这几天我在家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追不到女孩，但是绝对不能追的女孩一定是我好妹妹的闺蜜。我决定把这句话裱起来，挂在我的卧室。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任由您发落啊！放学之后，你是想看电影、打电动还是唱歌，都听您的。我要值日，没有时间。哎呀，这种小事怎么能劳烦您呢？放着我来，我最喜欢擦玻璃，我擦玻璃贼亮。是吗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擦玻璃，以后我们班的玻璃都交给你擦。每天放学过来报到。啊？你不是要赎罪吗？对，我要赎罪。这玻璃上可不能有一点指纹。赎罪！
我帮你吧。谢谢，我自己来吧。谢谢。你们家住哪儿呀？我们不顺路。说一句，那你跳啊！结果他迫于压力不得不跳，然后女生看都没看一眼就走。饺子，哎呦，你别说，我还真饿。哎呀，吃点吧，在这花点时间守着了，也不一定逮得到。这俩小孩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偷电缆？这俩小孩年纪也不大，都十几岁，肯定是家里没教育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大川最近怎么样？我寻思着。让他去读个体校什么的，但是我又怕他去了以后跟别人打架。嗨，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担心，我觉得你们家大川本质上还是不错的。嗯，饿了。这是要干嘛呀？我要跟五一去书店。去书店那么隆重啊？哎，谢啦。约的几点呢？10点。还早。要不你进去睡会儿，一会儿我叫你。你困的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去吧去吧去吧，走走走。哎呀，这报纸上的新闻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叫你了，你自己不起。哎，你妹妹比这报纸有意思多了。嗯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，快进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你票买好了？嗯。你买的什么呀？《赛车总动员》。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个的？
的位置在哪儿？我在这里。你没买一块的位置啊？嗯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想看电影吗？我坐旁边会有干扰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位置。不好意思。去后面，后面应该有位置。苏妈，快点！很好看的电影。嗯。你喜欢哪个角色？麦昆还是博士？博士。那板牙呢？是谁啊？你能跟我说一下大概剧情吗？我就说吧，我坐旁边会有干扰。没关系的。这样吧，再看一遍。艾莎的座位，果然面瘫。我出来跟你对答案。嗯。饿了吗？附近有家意大利菜，还不错。好啊。不过说好我请客，刚才你请我看电影了。我突然想到，那家餐厅今天不营业，换一家吧，地方你挑。我对这附近不是很熟哎。走走看看。想吃什么？我们换个地方吃吧。闺女，把那俩盘子也刷了啊。女神？什么？新转来的同学呀，怎么了？这件事你谁都不许说，大川也不行。什么事？就女神呀，她在学校很多人羡慕的，大家都疯传她家里特别有钱。可刚才你没看到吗？这又怎么了？估计全学校也只有你一个人觉得没什么。我饿了，快带我去吃饭。是你的错觉。那我先走了。
这么小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么小。宋总，本鸡大粉。哎，原来女神她爸不是煤老板，是个摆地摊的。是啊，太搞笑了。我就说她不可能是个有钱人吧。这也太不女神了吧？女神怎么能在路边端盘子呢？你去照顾照顾她生意，说不定还能看上你呢。你说是谁都不准动啊，让大家看看她真面目。 贴的，以后啊，黑板上不许再随随便便贴女明星的照片了。班长，把它清理了。班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回座位。 大家都把书翻出来。我觉得他们对女神太过分了。他不应该说自己家很有钱的，可也许他根本就是没说过呢。那他也没否认呀。其实他有时候是该否认一下，哪怕就解释一下。哎，你别操心那么多了，还不想想今天作业怎么办？好多啊。对啊。 那个，哪位同学订的外卖呀？我订的，进来了。哎呀，我这儿，哎，哎，今天我请大家吃鸡杂粉啊！一人一碗，端过去。走。 你这粉馊了，啊，馊了！这，同学是不可能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刚熬出来的呀。我说馊了就是馊了。不，同学，你这有点，我这是真是新鲜的，真的。就是馊了，不是，这绝对不可能，同学。今天要么你再去把这粉全吃了，要么你抬回去，不然我去消息告你。对呀，告你，这都这粉都馊了。
赵乔一，你别多管闲事儿啊！闺女，我听这高二三班这么耳熟呢，原来你们都是同学呀！哎呀，早知道这粉儿我就请了。可是你这位同学说咱这粉儿馊了，你不可能啊！是爸爸今天早上刚熬出来的呀。 只听我女朋友的，可你不愿意当，是吗？哎，闺女，你拽什么呀？你爹在你了不起了是吧？我你吃了！闺女，闺女，孙振慈，孩子还要给我！哎，闺女，这么不懂事呢？这是干嘛呢？哎，老高，你看打人了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？不要把社会学带到学校上来。 孙振奇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考啊？其他同学就坐在这看热闹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人性如果差，考上了再优秀的大学出来也是没品德。外人同学，你先松手。松手。松手。你松手。这学校不念了。 闺女，哎，这孩子，管不住了。你说，哎呦我天，这孩子，老师这孩子不懂事儿。你说，老师给您添麻烦了。老师啊，哎，哎呦，哎，闺女，闺女，乔伊啊。 门没锁。哎呀，热乎乎的牛奶，喝完了晚上好睡觉。谢吧，刚回来。啊，哎，乔伊啊，我看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。我们班有一个姑娘，大家都欺负她。 不是你吧？他就是因为太个性又孤傲，所以女生也都不喜欢他。嗯。乔雅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其实我挺喜欢他的，挺酷的。 他们从第一次欺负他开始，我就觉得不对，可我什么都没说，一直挺沉默的。结果今天发生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情，我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觉得自己像个风声一样。可那么多人在那儿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错的，是我想多了吗？嗯，不单想太多，而且想的太复杂。 咱们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好人，那肯定就有坏人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一定不能做一个坏人。可是，大家也都不明白一个道理：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沉默的好人的话，那其实就是对坏人的纵容。所以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咱们一定不能犹豫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有些人。 你爸爸，我当初穿上这身警服，也是想做一个能站出来的人。好了，早点睡觉。对了，别忘了那杯牛奶。 他可能不会来学校。孙振奇的爸妈来学校闹，
女神可能要被退学了。她来办退学手续，好像刚走。生命中的有些人，虽然短暂相识，却留给你切肤的记忆。我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见到他，只希望他能忘记那些曾经的恶意，永怀善意，清澈明朗。Your face with my heart, we were young.